我支持你自摸，过我腿自摸，谢谢你。好，谢谢浩哥的支持，好死你了，切刀，好死他们。你怎么会相信那是浩哥的？真心话，完全真心。靠死！我也是苦过来。靠死浩哥，又来了。我懂，我懂那心情。你很难受，对吧？我等一下也让你难受。可以让我舒服吗？拜托，我不想难受。你去找他，要舒服的要找他。他的 ID 已经说明了。是说他是肮脏的舒服的。那你不是要弄吗？我以为你要说。你的表情，我不想弄脏。他说，他帮你清干净。三手，三手，对，棒。三手，哇，谢谢，小兵。对。蹦，对，这个。我要怎么打？蹦，冲啊，别死。蹦，啊，我知道。哎，你。你碰很多字呢，而且还没，一张，你刚打什么？死完，死完，我打完，啊干，干，太高了，五万退掉，五万退掉，干，二万，二万太多，我可以来了。对，好难打呢。哎呦，黄装，黄装不会要，黄装不会换的、啊，黄装漂亮。风发财，六台。啊，再来讲这个，讲什么？小美，你赶快算了，你不要做。北风发财，风波虎，瘦一瘦，赛贵，好贵，看，没有我的事，好贵。杨梅姐，文迪问说：“我连四听五个洞，二五八在四七饼，我摸到八天摊开放着，再整理牌确认一下我有没有自摸，确认大约五后，我把牌倒下去，其他三家说自摸不算，我太久了，要看你的这个确认五是什么，就是说五天、五个月或是五年，那可能就真的太久，但如果是五秒钟或是这个五分钟、我觉得都还可以接受，所以五什么很重要，对。”太久的话，我觉得可能大家也对你的字幕没有兴趣了。好，有任何问题的话，在下面留言给我，我会在下次的疑难排解告诉大家。喜欢我的影片的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。我们下次见，拜。